大家好，我是巴特曼。今天我们一起来逛一逛里斯本的水族馆，看看欧洲最大的海洋水族馆什么样的。我们呢也是一大早出了门，天呢还有点阴啊，刚才下了点小雨儿，但这边天气就这样，早上的阴一下，一会儿呢天就晴了。哎，正门招牌吉祥物这小潜水员呢看着也挺呆萌的。虽然时间还早啊，但是排队买票的游客呢已经很多了。这家海洋馆呢也支持这个网上售票，提前买好了就不用等了。不过呢好在人进去的也快，排了大概20分钟吧，我们也就入场了。一进来，按照官方的观展顺序，首先是顶楼的特展，主题呢是水下森林。虽说是特展或者临展啊，但是呢这个展览2015年就开始了，计划呢展览2年，结果呢一开就开到现在，都快10年了。展区内围这一圈呢是一个40米长的水族造景，各种热带雨林淡水环境的植物、各种鱼类，还有这种流水雕塑还是什么的，再加上展区内播放音乐，整个观展感受呢是比较多元、比较立体的。水缸里边这些小鱼儿，再加上这音乐。一下让我想到了最近在玩一款游戏啊，叫潜水员戴夫。我游戏时间呢也不长，但是感觉呢这里就跟游戏初期的海底很像，都是一些小鱼小虾游来游去的，这些艳鱼呢都算是大鱼了。这边还有介绍各种鱼类的泡泡，你按一下呢还会给你播放这种鱼的叫声。骗你的，鱼不会叫啊。鱼是不会叫吧。从这个展厅出来，我们要过一座桥才能到达主体的水族馆，就视频开头我们看到那栋建筑啊。这家水族馆呢，据说一共有450种不同种类动植物，个体总数达到了16000只。透过桥上围栏，还能看到外边缆车。一会儿我们从水族馆出来呢，再去坐坐。远处这看着像大海是吧？其实不是大海啊，还是塔古斯河，就是我们上次坐河马巴士下水那条河。但确实这离入海口呢很近了。里斯本呢就是沿海城市，主展厅一进来，跟块蓝色幕布一样的，就欧洲最大的海洋水族箱了。里边各种大鱼小鱼游来游去的，还挺热闹。这个水族箱呢，占地1000平方米，容量达到了500万升，有4个50平米的亚克力观景窗。我们这儿呢是一个，对面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，还有一块2层楼高的观景窗，还好多别的这小型窗口。这个水缸呢深7米，据说能够更好的模拟不同深度鱼类的生存环境。里边呢一共养了大概100种不同的鱼类啊，鲨鱼、鳐鱼、各种叫不上名字来的鱼。双脚吐泡泡鱼等等等等，这样呢又见到大鱼了。今年年初慕尼黑动物园那期视频，他怎么称呼大鱼的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这个大肚子鱼的眼神呢也十分睿智啊，游得不紧不慢的。我查了一下，这种鱼呢好像叫 rackfish 多巨鲈，但我也不确定对不对啊。我对这个海洋生物呢不是太了解。哎，这鱼呢真够大个的，比 JR 都大。整个建筑呢其实包着这个水缸啊，盖了一圈。所以上层展厅利用水缸水面建立一些在水边生活动物的展区，比如有这大企鹅，这些是南美企鹅，它们就生活在海岸线附近啊。这家海洋馆的一个特色呢，就是企鹅没有被这玻璃罩罩起来，游客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它们，感觉真的是一个触手可及的距离。前面这一块呢，也是养了非常可爱的小动物，场馆还立了牌子，叮嘱大家注意看好自己小物件，别光顾着看动物了。这片区域养的呢，就是两只毛乎乎的小海獭，特别可爱。这两只小海獭，一只叫欧弟，一只叫 Cassie， 应该说是可以通过这个面部毛发的颜色呢进行区分，但是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哪只是哪只，是不是这反光原因啊？我怎么觉得哪只面部毛发都是白色的？但是不管怎么说啊，能看见这个海獭游泳也太可爱了。小时候在小人的俱乐部呢，还看过一部动画片叫《水獭小宝贝》，花生奶油果酱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的，或者还记得的。另外这两只小海獭呢，都是2017年被救下来的，之后就被送到了这里。这俩也特别喜欢小海獭。比起海獭，我更好奇馆内岩石上这些青口贝啊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这边更多了，一簇一簇的，看着挺像真的呢。这两只小海獭不会平时就以这些青口贝为食吧？结果离近一看，哎，假的。青口贝虽然是假的，但下面这俩派大星那是真的，还是粉色的，真的就是派大星啊。我看我科普说，这海星那个屁股，就是因为海星的身体立起来之后呢，这个体内组织因为重力下沉，淤积到下边形成的。这边这大罐子也不知道再往这水池里边打什么气儿。这边是这个双脚冒泡鱼，我就是这家海洋馆有这个鱼吧。这边也是啊，潜水员呢好像在清洁池底，然后呢旁边一帮小朋友忽然喊起来，多利多利，我还找呢哪儿多利，结果呢还真找着了。但忽然一想啊，这种鱼它不叫多利啊，只在这个海底总动员这部电影里边呢有个角色叫多利是吧。海底总动员呢真是害人不浅啊。我想起来一个笑话，说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呢，世界上所有的鱼呢只分2种，一种呢叫 Nemo， 一种呢叫别的鱼。我们这不错，还多个多利是吧。这一部分展区呢做成了热带雨林风貌，但其实呢没有真的热带馆那么闷热，树木之间呢还有这个喷淋系统，弄得仙气飘飘的，跟上了天宫一样。
这个缸里边鱼啊特别不好找，我看看谁能发现这鱼在哪儿。三二一，不用找了，这是一缸珊瑚，里边没有鱼。观众里边呢还有这个 One Piece 的粉丝，这位粉丝在看的呢，这叫塔门鱼，学名呢比目鱼，一瓶二块三塔嘛，瓶子鱼、快鱼、塔门鱼，不是说这仨鱼的速度啊，而说味道。其中一只塔门鱼正在捕猎，它向我们展示出了海洋猎食者的凶狠本色，迅猛追杀着被它锁定猎物，电光火石、闪转腾挪之间是生和死的较量，是上亿年间弱肉强食自然规律的完美演绎啊。终于一片飞沙走石之后，尘埃落定，我们的塔门鱼它胜利了。这时又有一只塔门鱼呢游了过来，我们很难确定它究竟看的是哪里，但它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游走了。这种呢叫大西洋 COD 鱼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边光那么暗，但确实呢这种鱼能够很好的融入到黑暗之中，神出鬼没的，就像 COD 里边特战队员一样。同样能够完美融入黑暗的还有这边的大西洋海刺水母。哎，你们说这个水獭分水獭和海獭，那水母怎么不分这个水母和海母呢？这海马怎么不分这个海马和水马呢？哎，刚刚我们还说海马呢，结果一转头我们就看到了墨鱼，它可能刚睡醒觉啊，正在伸懒腰。哎，伸完了，这须子烤起来估计会很筋道。墙上面画着这翻车鱼，但我找了一圈也没找着这翻车鱼在哪儿，大水缸里呢也没见着，那就看看画吧。这水族馆的卡通形象设计呢也很有意思，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墨鱼，下边呢还有这个多巨炉，你瞅啥？另外这家水族馆里呢确实有很多这个热带动植物的缸，每缸弄得都跟捉迷藏一样，里边小动物啊特别不好找。这个缸，哎，里边两只小的蝾螈，上面呢还有一只，再换个角度看一下，这是一种小型的鳗鱼吗？还是水蛇？没有鳞啊，看着应该是鳗鱼，黑色青蛙跟石头一样。我们之前慕尼黑动物园那期呢没见着青蛙，坐飞机飞了好几百公里，在里斯本呢给你们补上了。这么良心 UP 主还不赶紧一键三连一下？这个缸你们能看出来养东西在哪儿吗？我没骗你们啊，真的有，在这儿了，最高难度了。这个缸呢在哪儿发现了吗？对，在这儿呢。哎呦，凉水喝多了，还加了冰，还救了好多黄豆，快 hold 不住了。哇，这个海马真的好漂亮啊，在水中优雅的游着，翩翩起舞，像是海中的仙子一样，简称海仙。绕了一圈，我们竟然绕到了海獭那个池子下面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很多水缸呢其实都是连着的，它在上面游，仰泳可能没看见我们。哎呦，过来了。这水獭呢远看很小，但实际上它刚才一扑过来呢还挺长的，感觉跟我差不多高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1.87米的？站在这大水缸前面确实呢还是挺壮观的，但我觉得这个号称欧洲最大的水族馆，是不是说这其实是欧洲最大水族箱啊？因为我感觉这整个水族馆呢肯定没有瓦伦西亚那个海洋世界大，那个总占地面积比这大多了，跟国内大型的海洋世界呢更没法比了。但有一说一啊，这个大水族箱呢确实震撼，只整体看起来呢感觉这东西呢并不是太多。这位鲨鱼老哥牙齿不是很齐啊，不知道是不是该换牙了。这边这个特别厉害的机器中间显示屏显示呢正是这个水缸里边监控，中间这个呢是抹香鲸的牙齿，右边呢是巨齿鲨牙齿，不知道最近上映这个巨齿鲨2大家看没看。OK， 来回绕了几个圈圈之后呢，我们就从这个水族箱里边出来了。出来之后呢，果然不出我所料啊，天都晴了，但是呢也不热，25-26度呢很舒服。我们刚才就是从这里边出来的，整栋建筑呢基本就盖在这水族箱上，逆天了，兄弟们，给你们看看这边干手机的风力有多大。吹手掌呢可能不是那么明显，给你们看看吹手背，是不是太夸张了？最后我们来的时候呢，这边还有一个叫做 One 的主题展，进来呢是一个小剧院，两边都是屏幕啊。在播放一个关于葡萄牙海域海洋生命纪录片，
屏幕阵列呢挺有意思的，就是每块屏幕之间色差呢有点大。最后一项肯定是逛逛纪念品店了，这家海洋馆的美术设计呢真的很好看，纪念品呢其实设计挺好玩的。这边一面墙的蓝白色马赛克瓷砖，里斯本这边呢到处都是这种风格的装饰，应该是这边传统设计了。这艘木质小船周围海浪一股一股的都是绳子编的，这个装饰也挺有创意的。这边小海獭的娃娃还有大鲨鱼，这龅牙是不是就刚才我们见到那位啊？这边更多的海獭，这数量看来是全店的明星产品了。还有这小包皮衣设计也好可爱，冰箱贴也是海獭，到处都是海獭，钥匙扣呢倒是鲨鱼，看着挺像动画片里边角色的。还有这水壶，这个我很喜欢，这一块一块的是方形瓷砖，是真的瓷砖啊，海洋主题的。如果你家里边装修的话呢，可以买回去贴你们家墙上。这些特别搞笑，看着像沙丁鱼罐头，其实瓷质小双纳盒，这一袋一袋的曲奇饼干，这些呢是真的沙丁鱼罐头。罐头你设计这么好看，你说说，这些水彩画风格呢是巧克力，我真的是太喜欢这些巧克力了。可惜我们是七月份夏天来的，天太热了带不回去啊，要不我真想买个十板八板的回去。这上面画的全是里斯本地标，还有这小黄车，这边给小朋友看的各种书籍 Veneno 应该是各种有毒的生物，下边这个普通的海洋生物介绍，这边必不可少的还有各种明信片。最后呢我买了几块那瓷砖，这大布袋子，还有一个小海獭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了，如果喜欢节目的话呢，别忘点个赞支持一下，关注我的视频频道，后边我还发一些其他这次去里斯本玩的 Vlog 视频，不要错过了。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，拜拜。